为了防止小兰花因为同心咒被月尊感应，杰里把自己秘藏的宝贝借给了小兰花。请问借出去的宝贝是？答案就是藏心簪。小兰花找杰里折了一瓶可以放大心绪波动的药，价格是30个灵石。截至那时，小兰花在杰里这里一共折了多少灵石？答案就是743块灵石。这个是东方青苍心脉穴所化成的古兰，东方青苍投桃报李，把它送给小兰花，当小兰花遇到危险就可以保护它。这个是长恒每日随身佩戴的奇幻流灵石，它有助于仙法修行。长恒在树玉林故意掉下它送给小兰花，相当于小兰花和长恒的信物。这个是可以锁住情感的藏心簪，这个是隔绝感知外在情绪的忧郁剑，还有东方青苍寻找的上古神兵成影剑。以上就是破除同心咒法力的三件神物。和仙族月族打交道真的不容易，一不小心店铺就会被炸个稀巴烂。你们猜杰离能不能让小兰花把欠的账补上？想知道的话，记得收看电视剧《苍兰诀》。